一般人听到大师级组，总是联想到身上背着许多厚重的照相装备，永远默默观察大家的影音记录者。从文化教育基金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许多宝贵的活动记录都是大师级组的杰作。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对影音记录充满热情的志工伙伴，在天马年末办理22小时的专业技术分享课程。10月28日，台东到场大师级组在王群英经理的主持下，确认了内部志工的培训课程。大师级组廖世珍组长为我们说明课程设计的原始构想。我们大师级组非常的团结。那么我们每位都富有一种使命感，尤其我们具有想象力、创造力。但是有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有技术的层面的东西，才可以把我们内在的他这份才华跟他的这份的推动力、想象力，把它做出来。这是我被这次办研习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连续11周的研习课程，每周二晚上在崇仁文化教育基金会展开，为白雪圣地成道20周年纪念蓄积能量。各区大师级伙伴各尽其责。我们已经在开会当中很多次都有这个副案的这个构想，想要来做大仙传，我们就很多前线就有这个副案的这个需求呢，想要来做整体的大师级的各种研习。第一个是我们肖讲师的数位相机影像的拍照技术这个是提升自己的那个拍照的那个功力。第二个是我们黄讲师的一个音控技巧，就我们整体大道场常常需要在音控的部分呢做一个更好一个表现。第三个就是我们庄讲师的Vegas 的一个研习。授课讲师不乏参与该专业领域超过30年以上的好手，萧文宏讲师的数位摄影概念，黄一仁讲师的音控技巧，以及庄连祥讲师的数位影片制作，兼具理论与实务操作。台东地区30多位学员收获满满。来上这个课其实是蛮新鲜的，对，对，以后就是学就是做影片会有用，很有趣啊，然后觉得很实用，就是自己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学新的东西的，对，然后觉得刚好博堂有教这个课程，然后就很有兴趣就想来学这样。那学这个软体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很多活动的时候完毕的时候，我们都这个把相片做成影音软体、影音的档案，所以让很多道亲成全更多的道亲。课程将延续到农历年前，天马年，崇仁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志工仍然马不停蹄地努力充实自己，准备为崇仁百年的基业记录下最完美的身影。